他的我们的水槽，他的肮脏在那个水槽整个烂下来，都帮他的。现在有下雨，我的房子的房子都会漏水，他房肯定会漏水，所以很烦。漏水是几间房间还是整个楼上？脚踏完全漏水。整它是整个楼上啊，楼上都漏下来，楼下漏下来，哇，跳电什么？跳电啊？触电啊？触电。因为那个电线漏到水了啊。那个流水，那个他们还是没有，雇主还不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。可是现在还已经建成这样子了，还是没有水。还是没有，对。两个啊，他们还是不用水，他的房子真是楼上是靠他那个那一边的墙壁全部漏水，对。现在是不晓得是半夜那时候下很大雨的那一天，吓到我全部震水，我看了两寸有啊，严重了，那个床单跟那个地浪全部都晃过，非常非常的严重。看啊，这些全部都是漏水导致啊，这个天花板通通都倒下来掉下来。